大家好，我是 Eddie， 欢迎来到 ChineseEddieG。Hi guys, this is Eddi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n today's lesson, we're going to study HSK Level 5 Textbook Lesson 15. 今天我们来学习 HSK 第五册第十五课的内容。我们开始吧。第十五课，纸上谈兵。Being an armchair strategist. 一，热身。战国末期，秦国渐渐强大，最后打败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国。这段时期的历史，你了解吗？请从图中找到秦国和赵国的位置。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 the country Qin was grow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eventually defeated other six countries and unified China.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Please find the location of the country Qin and the country Zhao in the picture below. 好，现在我们来读课文。课文，27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赵国名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他从小读了不少兵书，跟别人谈论起军事来，没有人说得过他，就是父亲赵奢也难不住他。赵括因此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连父亲也不放在眼里。但是赵奢心里明白，自己的儿子虽然对军事理论都很了解，但是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想法很不符合实际。他曾经偷偷对妻子说，儿子的毛病是只会讲大道理，缺乏实际锻炼，不能当大将。如果让他当了大将，迟早会害了赵国。几年后，赵奢去世了。这一年，正好秦国军队来打赵国，赵国派老将廉颇带200,000大军迎战。廉颇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命令士兵们坚守阵地，绝对不可主动出战。秦军多次挑战，骂他是胆小鬼，他还是不出兵。这个办法果然非常有效，成功地把秦军拦在了国门之外。渐渐地，秦军无法快速取得胜利，粮食也快没了，有些坚持不住了。秦人深知廉颇善于用兵，如果想在短期内打败赵国，必须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于是他们在赵国四处散布谣言，说秦军最怕赵括，别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时赵王正因廉颇闭门不战而生气呢，听到外面的那些谣言果然上当了，他派赵括去换回廉颇。赵括的母亲再三阻止赵王任命儿子为大将，说他还没有独立带兵作战的资格。可是糊涂的赵王哪里听得进去？公元前260年，赵括
带兵出战，一直盲目自信，轻视秦军的他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死搬兵书上的理论，主动进攻秦军，结果数十万赵军全部被杀，丢掉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成语纸上谈兵的故事。现在常用这个成语讽刺那些只会空谈理论的人，提醒大家做事一定要灵活，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Second time, standard reading. 第二遍，常速阅读。27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赵国名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他从小读了不少兵书，跟别人谈论起军事来，没有人说得过他，就是父亲赵奢也难不住他。赵括因此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连父亲也不放在眼里。但是赵奢心里明白，自己的儿子虽然对军事理论都很了解，但是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想法很不符合实际。他曾经偷偷对妻子说，儿子的毛病是只会讲大道理，缺乏实际锻炼，不能当大将，如果让他当了大将，迟早会害了赵国。几年后赵奢去世了，这一年正好秦国军队来打赵国，赵国派老将廉颇带20万大军迎战。廉颇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命令士兵们坚守阵地，绝对不可主动出战。秦军多次挑战，骂他是胆小鬼，他还是不出兵。这个办法果然非常有效，成功地把秦军拦在了国门之外。渐渐地，秦军无法快速取得胜利，粮食也快没了，有些坚持不住了。秦人深知廉颇善于用兵，如果想在短期内打败赵国，必须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于是他们在赵国四处散布谣言，说秦军最怕赵括，别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时赵王正因廉颇闭门不战而生气呢，听到外面的那些谣言，果然上当了。他派赵括去换回廉颇，赵括的母亲再三阻止赵王任命儿子为大将，说他还没有独立带兵作战的资格。可是糊涂的赵王哪里听得进去？公元前260年，赵括带兵出战，一直盲目自信，轻视秦军的他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死搬兵书上的理论，主动进攻秦军，结果数十万赵军全部被杀，丢掉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成语纸上谈兵的故事。现在常用这个成语讽刺那些只会空谈理论的人，提醒大家做事一定要灵活，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Can't get enough of amazing EddieG's fabulous HSK lessons? Simply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wait up for the next update. 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